阿媽姐咯，我而家咧去緊 SM College， 我時差打錯咯，係啊，你知我做咩？我而家就係去佢嗰嘅 Coex 嗰度 hockey 喎，我留在就係第十位成員，我冇做第十一位。因为个跳舞过程唔可以录俾大家睇啦，咁就俾大家睇下呢个 dancing room 嘅环境啦。咁其实本身咧系因为我迟咗啦，咁就冇得参观啲 studio 嘅。但系啲工作人员真系超级好啊！咁跳完之后都俾我再参观翻啦。咁我哋就大家一齐嚟睇下啦。其实主要就是由 Seoul Global Cultural Center 搞的 K-pop 文化体验来的。其实这个 center 呢成日都会搞很多不同的文化体验，就是for外国人参加的。所以大家来韩国的时候呢，就不妨留意一下他的 Facebook 啊或者官网看一下啦，说不定都可以再次遇到这个活动或者有其他新的文化活动啦，那就可以令到大家整个旅程呢有不一样的回忆啦。其实咧，同埋报名程序咧，大家都唔使话好惊啦，因为佢个报名程序都系好简单嘅。너무사랑하지만사랑한단말안해어색해자존심허락안해